玉玲有提到说，变得胃出血的话，你的大便的颜色会变黑。严重的话会怎样？我们常说不清者出血，重者穿孔。对，胃部症状难发觉，胃出问题要小心，饮食观念要正确，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全身器官呢，有些地方啊没有神经，我们大家感到非常的害怕，所以健检一定会特别着重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个地方它有感觉，但痛起来真是要人命。你说的就是胃痛。胃。喂。我前一阵子才因为觉得压力有点大，觉得胃都闷闷的。哦。然后吃饱也有点痛，没吃也有点痛。哎呦，是因为开始上工了是吧？哎，被你发现了。真的是心病。真的，所以情绪也会影响到、啊。对，压力胃竟然也痛了起来。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胃啊，是为什么会酿大祸？我们今天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啊。来，首先，好，我们来先看不痛症状：一，空腹不舒服，没胃口，饭后会胀气；另外还有胀到打嗝，或是饭胃酸，甚至有恶心的感觉，以及整天都觉得上腹的部位很不舒服。来，雅兰，我很容易就是胃感觉是胀胀的、鼓鼓的，而且常时不时就会痛。哎呦。对，会痛。那你老公知道你有这些症状吗？我老公，应该知道吧？应该知道吧？但我一直以为是你吃太撑。而且有时候是吃某些东西的时候特别胀，就是那种比如说青那个生菜，吃生菜类只要一吃，我的胃就胀得厉害，而且会痛到在地上打滚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拼命的吃胃药。哦，对，只能这样，对不对？只能这样。那玉玲呢？那三样我第一样有，就是空腹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，就是微啧啧。我年轻的时候当制作人啊，电视圈的工作人员，对，当制作人哦，一早就在烦恼，等到那个工作结束的时候，发现哎呦，我三餐都没吃，可是胃也不会怎么样。好啦，年轻时候呢就累积出这个后来的这个问题了，就胃呢就慢慢的就没像以前那么强健了。那不吃东西胃不舒服，好啦，那赶快吃嘛。那因为你没吃东西，可是胃吃东西又吃很多，一吃下去以后呢，那本来就跟人家聊天聊得好好的，哎，雅兰啊，最近好吗？他吓一跳，他想说怎么回事啊？当场下跪，你知道吗？内功疏忽，你夸张。那个嗝哦，会突如其来的，哇，很大。哇，好啦，降价，降价就是，旁边人会说来者何神？哎，你还打得出来很好好吗？我们是胀到打不出来啊。以前我看人家哦吃饱饭在那边吃胃散，都觉得好好笑。我说，那干嘛要这样？有这么弱吗？对呀，这么弱吗？结果呢，曾几何时，我变成哦包包里面呢 always 都要放一瓶胃散。哦呦，你也开始了？对，就是会胀气啊。那胃散哈，它两汤匙一下去哦，它一二。砰砰砰就跟那个螃蟹在吐泡泡一样，砰！哎，好了，哎呦，好了，哎，也是一种光合作用的原理。所以好夸张哦！所以你当爸了，怎么没有比较稳重？因为他跟雅雅年纪差太多，他只能靠这一招保持年轻啦。哎，艾比，我是几乎这三种都有，但是我觉得我最严重哎。对，可是我最严重的是，我觉得是第一个，因为我每次如果是有时候一饿，我就会饿很久，我可以整天都没有吃，可是我要一吃起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可怕，就很像大食怪，而且我吃东西很快，然后吃完以后就会觉得胃很难过，然后整天就会觉得很恶心。哎呦，对，你其实一整天不会想吃东西，你不会觉得饿不舒服，不会哦？会啊，就是会有胃酸啊，可是你那时候反而不想吃，因为想吐啊。对啊，然后一次又吃一大堆，艾比的食量很吓人哦，真的，他一次可以吃两盘的意大利面，可以两人份哦，很大，而且是煎起来的那一种。他是没有进演艺圈的话，我应该比玉林哥还要胖。哎呦，他现在不是进演艺圈，他就是那个小林尊，你知道吗？小林尊现在还算有在压自己的食欲啊，对，真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有这三个症状，其中是一二三的话，要小心的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为什么这个症状的消化不良跟这三个会反应有这个连结度？其实刚刚我们今天提到，今天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？在胃。胃的功能是什么？第一个储存食物，对。第二个研磨食物，第三消化食物，再过来把你的食物的东西呢，再往下到十二指肠。对。所以当这四个功能出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就看了，就开始恶心、呕吐、肚肚。其实很多人哦来找医生说，医生，我胃不舒服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
我当医生都没有透视眼，怎么知道你就胃不舒服？他就指着这个地方说，我这地方就是胃不舒服。对，其实你只能告诉医生说，我有上腹痛，这个地方肚肚不舒服。对，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的话，要去做一些特定的检查，才能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胃。可是当你还直接简单的症状告诉你胃口不好。食欲不振，对，不想吃东西，有点恶心呕吐，只告诉你你的功能有状况，它是一个警讯，就代表你以前的可能器官功能很好，可是你经过这一段的时间，你好好的没有照顾它。我们常说，任何人的身体出厂的时候都有一定的程度，对。可是当你有一段的时间没有照顾它之后，一开始出问题，就像玉林哥一样，以后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保养。你没有不帮他吧，他三步就提醒你。我一个谎要用一百个谎来圆。啊，这个是吗？对，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功能性的问题，只是提醒你，你再不改变的话，你往下走的话，就会可能出现我们常见的什么胃发炎、胃溃疡。好，这些问题可能都零零总总就会出现。那如果再不改变的话，你可能你的回头路就会变得非常的长。哇，那会胀气那个逻辑是什么？哦，胀气之后，我们刚才说我们胃本身要储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本身里面呢存了太多的气，吃到产气的食物，汽水、可乐、偶尔含及高丽菜、韭菜吃太多，对，吃饭吃太快，把那个气都吞进去，或者很多小朋友吃饭呢都只吞空气不吞饭，那肚子就大得很大。那这里就会产生胀气的现象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哦，病人去照个 X 光片哦，照个肺部的 X 光，你还有照到胃的时候，就发现他整个胃上面都是胀气，那本身他胃里面都是气，那这时候玉林哥就很棒，吃了那个张老先生的药之后，张老先生他让他的气从上面出来，就把气隔出来了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如果你的气不出来的话，就会到你的肠子里面去，就变成肠胀气，那后来呢，可能要过半天一天之后。就从屁屁出来，就像就是放屁，感觉消化也不太好。对，可是一般人不是他自动就会隔气吗？不一定，这不一定。没有那个气哦，看你往哪边跑。你如果慢慢的往下跑，或者呜就出来了嘛。对啊。有一种是气呢，七八不晓得那边然后就汪，那就会。所以端看他那个气流往哪边，往哪边往上游还是往下游的问题。对啊，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胃比较弱，他不会自己蠕动让他气排。那有时候你蠕动太快的话，他这边的恶心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，你整个储存，对你的蠕动要不要顺畅？你用一些逆向的蠕动，都就所以说这些问题它代表什么？功能问题它代表什么？功能，你去做胃镜检查都做不出来。那频繁的吃胃散不碍事吧？其实说你的问题已经发现了，万一你这样吃胃散叫什么？掩耳盗铃，欲盖弥彰，鸵鸟心态，对，这叫玉林症状，玉林症状，自欺欺人，对，是再来呀，再来。欺世盗名，欺民狗盗，男娼女盗，男盗女娼，跑掉了啦！停了，他把他懂的成语全部都讲出来。玉林哥的症状比较严重一点，但除了他这种可能三餐不定时的之外，什么样的人可能比较容易会有像是上述的这些消化性的问题呢？因为像我们刚有提到，就是所谓的暴饮暴食。那其实暴饮暴食也不是我们讲说，哎，我这一餐吃很多叫做暴饮暴食，就是可能我可能早上一起来，可能他是睡到中午自然醒，然后不太饿，然后他可能就去工作。那到晚上他要吃晚餐的时候，他只是吃正常的一个分量。其实这个对这个就是对你来讲，这也叫做暴饮暴食，因为你已经空腹时间太久了。那即便你是吃一餐正常的晚餐，对你来讲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所以这个也算是暴食暴饮的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就是三餐不规律嘛。那三餐不规律的话，其实也不要把这个借口推在那个，哎，我可能工作很晚啊，然后没时间吃饭。那其实不管你的工作时间，有人可能是半夜开始要上班，那其实你只要把你那个定时定量抓出来，那其实这个都是有改善的方式的。那有人可能觉得肚子胀胀也还好，然后打嗝也无碍，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忽略而出大事情呢？对，欲盖弥彰的这一群人就要特别小心了。因为之前呢，就有一个人他是这样，他觉得他平常常常自己自觉是消化不良，就以前有时候空腹就觉得胃走走，那吃下去又觉得好像有点丢丢，里面好像有点东西的感觉这样。可他讲觉得也还好，可能就是消化不良，所以他常常自己就去买胃散。后来直到那个他就医前半年，他开始就发现他打嗝打得比平常严重，对，有时候甚至一打又不大会停下来。但他想说没关系，反正嗝出来就表示气出来就好了。那他说那个时候他也没多管他，是到后来他发现他打出来的气有一点点。味道不是很好，后来他老婆就要去看医生，就一看就发现，哎，原来是胃癌。他就说有可能，他说他
其实他以前自己认为的什么消化不良症状，可能就已经不是消化不良，只是他自己觉得这所有症状都很合理啊，就是消化不良。所以我觉得大家特别小心，尤其如果说你想想看，你打嗝越来越严重，半年也都没好，对。然后他明明吃没有吃很多东西，就一直觉得好像有东西卡在那边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就要特别小心。所以胃胆害他，这是害他没有察觉到。对，他就觉得不痛了，哎，好了，没事啊。对，所以你就特别危险，就不能掩耳盗铃。对，那我想请问一下王医师，如果胃有一点不舒服，可是没有到很痛，我要怎么判断要去看医生？其实我们每次加一科医生哦，每次加一科医生都在病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观念很简单，我们今天讲的是胃本身的神经，它不是没有，它神经是很散的，对，所以基本上说你不会特别感觉到。那基本上说，当你这个症状越来越明显，我们常说你可能这种不舒服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，现在可能变成两三天或者一天就会出现，然后开始说你这症状越来越密集，然后你买玉林哥本来一次胃散吃两瓢，后来一次吃半罐，我说你的病情一直在恶化当中，后来变干杯呢，干瓶就对了就对了。所以说当你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表示说你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，这时候你就必须靠医疗的去介入，去了解你的状况，而不是告诉你说，哎，我可能是，吃三瓢不行，就吃半瓶，半瓶就吃一瓶。就按照你的问题，因为你在恶化当中，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，就只有靠医生来专业来处理。不能偷懒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就是刚刚有提到，就是大家很容易有胀气的问题嘛。对。那其实很多食物里面，就是也都含有一些产气的成分。那我们一般最常知道就是地瓜。豆制品这是我们最常知道，可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蔬菜水果也容易胀气，比如说像是青椒、洋葱，还有刚讲那种生菜，就是包心菜，对，很脆脆的啦。我大家给一个观念啦，只要那个菜跟水果咬起来脆脆的，它里面的组织就是有水分、有空气。那你这样吃进去之后，那个空气就会聚在你的那个肚子里面。西瓜也很容易，对，西瓜、香瓜，这个都是会产气的食物，这是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，反而都是只是注意那个地瓜跟豆制品，其他的都忽略。其实很多的蔬菜水果也是含有很多气体的组成。嗯，那所以饮食另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？是不是应该要避免的呢？对，就是像我刚讲，像主食类的话，地瓜是我们常的，那其实像马铃薯也是含有很多的那个产气的，它也是产气食物之一。对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蔬菜嘛，刚刚有提过这些十字花科类的，那还有像一些，比如说一些其实有些辛香料也会过量的，对，太刺激的，过量的时候对，辣椒、大蒜这种过量的时候其实都会，像有时候我们去吃火锅，那个沾酱不是都加一大匙的那个对啊蒜啊，葱姜蒜，那其实有时候如果您是那时候觉得胀的话，有时候就是这个辛香料也会让我们产生肚子有过多气体，原来是这样，都要避免，对，那蔬菜。菜水果多吃，如果你照刚刚王医师说的脆的要比较留意，那很多的生菜沙拉都是脆的啊，是啊，所以那种都不要吃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如果他真的很爱吃，然后这一类的菜，第一个是切的比较碎，对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其实是因为他吃东西太快，咀嚼的太那个，所以你切碎一点。第二个就是像刚才王医师讲，觉得比较软烂，那他就可以避免。如果尤其是你很对于很胀这件事情很困扰，你觉得就吃这些东西老是觉得胀气胀在那很不舒服的，这两招就是切小块，然后煮软烂，细嚼慢咽。那你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谢谢你。像小朋友经常胀气胀到他的肠子里面都是气，因为这样子有去急诊过。然后我听老人家都说给他喝汽水就会打嗝，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基本上我们刚才有提到说，那本身胃如果有胀气的话，其实你刚才玉林哥的方式从嘴巴出来，你的胃气都消掉了。对，如果那个胃的气它没有从嘴巴出来，它到肠子的话，到肠胀气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也是肠胀气会胀到就什么，去挂急诊。对，用小肠基本上只有像我们的拇指这么，它如果胀到跟差不多5公分4公的话，它会造成什么小肠缺那个血，它会缺氧，这是会出人命的。所以当中对，所以小肠平常是像心心肠那种速度，对，没错。那你变成热狗大变成四厘香肠的话，就表示你那个小肠快被撑坏掉。这个肠子胀气真的很痛苦。我有一次在书局哦，本来站得好好的哦，然后突然哇呀，那种痛哦，无法形容，就是你也不晓得怎么去那个急救它，然后就是一股气，然后在肠子里面哦流动。然后往下不行，往上也没办法，对啊，然后你跳啊，然后滚也没用，这样子。在书局？你怎么知道是肠子？你在那？哎呀，我军医之子啊，这没有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连王医师都不知道他肠子有气的时候，他就是有一股气在他肠子里，好厉害，真气啦，神
明跟我讲的，是神明，就是那位济公师傅。好，所以呢，除了这三个不痛的症状导致我们要小心以外，还有第二点，我们看一下。就是喉咙长期有异物感，另外会持续性的咳嗽、打嗝，以及胸痛或者是胸闷。哦，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层面的不舒服了，对，不一样的问题。我有一阵子哦，喉咙长期会觉得好像卡了一颗饭粒，就是那种一颗饭粒一直卡在喉咙，然后你怎么吞，比如说喝水一直灌水把它塞进去，或看会不会用水把它冲下去，或者是吃东西把它灌进去没有用，一点都没有用，然后就一直卡在那边，吐也吐不出来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有一阵子一直是这样，就是米粒大，你一直感觉，然后又感觉很像是长一颗东西在上面，那种异物感，对，不舒服。好，对，玉玲呢？第一样就是前不久的事情而已，我就开始哦，很长时间哦，喉咙那个沙哑。哦，那我想说，我平常录影的时候讲话也都轻声细语的。哪有啊？你就是轻声细语。你是120分贝以下都算轻声细语，就对。然后呢，我就吞大量的喉糖，因为我们第一步一定这么做嘛。吞大量的，是含还是吞？对啊，用吞的好可怕，好可怕。然后呢，也没有用。终于呢，拨空去找这个耳鼻喉科啊。对。那喉咙不舒服就找耳鼻喉科嘛。那个耳鼻喉科呢，东检查西检查，也没检。然后呢，妙的是说，他说有轻微的发炎，我说那会不会是前阵子什么流行感冒这一种？他说恐怕不是哦。那我讲到耳鼻喉科医师，那你还能够有什么更高明的见解吗？他告诉我说，你这个疑似哦，应该是胃食道逆流。我当场起来，太扯了！我来看耳鼻喉，你跟我讲到胃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你都轻声细语，我就气呀，好气，忍不住了。后来我真的好了，错怪医生了，所以在这里要奉劝民众哦，要相信医生的专业，不要自己假搞。后来我自己就自我反省哦，因为前阵子我去做健检，然后健检就会很深入的去做这个那个内视镜嘛，这个照食道啊，照胃啊，得到的结论一样。陈先生，你因为当时哦，我没有跟他讲我喉咙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会有一种哦算命的心理，我都不跟你讲，看你说准不准，看你能够那个算出我身体有什么问题这样子。好，我刚录前就跟昌明讲，现在的那个内视镜哦，那个相当之神奇，躺着，然后他告诉你说，陈先生，我那个点滴里面要帮你放麻药，一讲到药而已哦，眼前一阵黑。你身体有那么干净吗？我不相信你。再醒过来已经一个多钟头了。他真的跟算命的一样哦。陈先生，你这个月来是不是觉得喉咙不舒服？我想说，见鬼了，你怎么会知道喉咙不舒服？他是医生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没有，可是他是照肠胃镜的啊。照肠胃镜的怎么会知道我喉咙不舒服？他告诉我说，你有胃食道逆流啊，所以那个胃酸呢会侵蚀到你的食道，然后侵蚀到你的喉咙，所以你喉咙有发炎的迹象，那就是胃酸造成的啊。顺便跟你讲哈，你那个食道呢有一个息肉啊，放心，我们已经帮你割除了啊。顺便再跟你讲哈，你那个大肠又有一个息肉，我们也帮你割除了。他在顺便跟你讲哈，你在跟我们交代你的病情、检查的状况跟报告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讲都很轻松，什么都顺便，你知道吗？讲完食道，讲完胃，再顺便讲完食道，讲完大肠，好，他再顺便跟你讲哈，你胃有点轻微的发炎。我想说你会不会说，那顺便跟你讲，你活不过明天。所以哦，健检很重要啦，也不可能这么乐观。对对，在一个钟头的昏迷当中哦，都好了，看清楚，难怪变轻了，对，割掉两颗，就是该割的都割了。OK， 我也是哎，我也是第一个，我经常就是觉得很奇怪，喉咙一直觉得好像。就是好像整夜都没有睡觉，然后很干很干，都一直讲不出话。我有时候录影录到一半会那种啊，对不起，然后要喝一个水或者是清个喉咙，我才讲得出话。卡住。对对对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应该不是卡到音啊，玉林哥也不在。对啊，不知名的力量。应该是吧？然后就是觉得说一直都没有这种，就是断断续续，可是不会说像玉林哥说他们是每天，可是有时候大概一个礼拜会有两三天是这种状况。对，那我应该没有胃食道逆流，应该没有仔细检查过。有检查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那要小心啦。到底胃食道逆流？好，来看看，如果有这三个症状的话，就是要小心胃食道逆流，加强做一下检查。真的，这的确是胃食道逆流。我那时候去找医生，医生说你的喉咙有异物，是因为
为你好像从胃吃到哎，对，整个胃酸呛上来，所以你自己不自知。我有时候吼吃完东西，尤其是甜的东西，你一吃完，它马上会有呕吐的感觉。对，但为了不浪费食物，只好再吞进去。好，但是为什么身体出现这三个症状啊，就代表胃食道逆流？我们的胃本身里面有胃酸，胃酸刚有提到说它是来消化食物的。可是当你这个胃酸从你的胃慢慢往上去的时候，它到哪里？因为我们的食道的本身的黏膜，它本身没有办法分泌黏液，食道的黏膜本身没有保护作用，所以当你那个盐酸哦 pH 值等于一的盐酸泡到食道的黏膜，就腐蚀它。然后当它腐蚀到这边的时候，离心脏很近，你就以为是胸闷胸痛。闷的。一到这边的话，就是喉咙发炎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当你的胃酸如果把你的声带给腐蚀到的时候，你的声带上面也会长茧，所以你的声带长茧也可能跟胃食道逆流会有关系。是哦。所以它发炎之后，它是产生纤维化，纤维化之后就是一种长茧的现象。所以基本上，胃食道逆流一直是我们现在消化道里面的疾病里面。是个最常见、最常见疾病，那这个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有绝对的关系，所以在这边节目上都告诉大家，吃到饱、吃到撑，为什么会吃到跑来看医生？就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就跑来看医生。是哦，那他你不是有长息肉吗？食肉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大肠会长息肉，没有想到食道竟然也会长息肉。那我们都知道大肠长息肉会致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食道的息肉会变成食道癌吗？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其实有时候。医生在形容一些医学上的专有名词的时候，怕病人不太能够了解，会用一个类似相近的名词。一般来说，食道上面要长息肉机会很低，因为食道它本身这个黏膜不太会有凸起。对，基本上我们说的息肉是属于那种黏膜凸起的物质。像有时候你那皮肤长一些赘肉，医生会跟你说这是凸起的息肉。那一般来说，在其他部分，包括大肠。那个胆囊里面比较会有息肉，胃偶尔也会有息肉，食道的息肉本身很少，那可能你那下面有一些黏膜或黏膜下有一些凸起物，那反正医生觉得说，反正你这个人吼，跟你生下面怪物件，先帮你拿掉，但是先给大家一个观念，食道下面这些凸起物一般来说，它变成癌症病变的机会很低，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慢性食道发炎的话，那个黏膜的上皮细胞产生变异的话，它变成食道的机会就变得非常的大，所以希望其实如果说真的，万一你跟玉林哥一样，去听到说你去做什么胃镜，发现食道有息肉的话，其实医生如果说没帮你割，你不要担心说，哎，为什么玉林哥的医生有帮他割，你就不帮我割，你又担心。他那个胃食道如果说有像你类似你说息肉那东西，对，也是因为胃食道逆流会造成这个吗？应该不是，不相干。对，胃食道逆流会造成所谓的黏膜下的腐蚀，它会长出凸起物。懂意思吗？所以基本上是它的那个息肉跟那个胃食道逆流基本上是没有相关的。那你说慢性的变成食道发炎会有感觉吗？基本上我们食道本身它上面是完全没有神经，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你不会有感觉，所以它可怕的在地方，可怕在这里，最后可能就变癌症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像如果比如说现在胃食道逆流其实很频繁，非常普遍，那胃食道逆流一定要看医生吗？因为我每次看广告都会有一些那种什么，比如说成药啊，对啊，胃食道逆流就可以吃啊什么的，那你吃可以。可以直接吃成药，那个也 是四个字啊，掩耳盗铃啊。对，没错。其实现在的观念是，如果你做胃镜确定有胃食道逆流，基本上你吃药要吃2到4个月，而且吃完之后，如果你的病情没有改善，还要再做胃镜下去看，说看说为什么你的胃食道逆流一直没有好。那当然，你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变。我们常说胃消化道的问题，医生可以帮你解决到很好。胃镜做完确定检查，吃完药你可以好90%以上。可是问题是你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不改变，我告诉你，大概2-3个月一定又复发。那是不是已经有胃食道逆流，很多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反而就又会让它更严重哈？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的风俗民情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台湾呢，就是美食夜市很多，所以其实很多的胃食道逆流产生呢，都是跟我们一些饮食习惯大概有80%以上都是跟这个比较有关联性。比如说像我们台湾人就很习惯。就是餐间要配汤或饭后马上配汤，对，这个是这个也是会影响，就是让我们胃食道逆流的其中一个原因。那再来就是空腹会喝咖啡或喝茶，吃甜食，对，吃甜食也是。那像我就遇过一个客户，然后他就是平常就是会有喝咖啡的习惯，那他的那个概念很好，他说一天咖啡因的含量不能太多，所以他一整天就泡一杯咖啡，可是这杯黑咖啡呢，他是从早喝到晚。哦，那很大杯哦。没有，它也就是700cc 左右，但是它是有稀释，它有稀释，700cc 很大杯，它可能它有稀释，对，它是泡。
比较淡，因为它有控制那个咖啡因的含量。你就想说，哎，其实他的那个观念非常的正确，但是呢，他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喝那一杯咖啡，一直在刺激。对，所以他就是有可能就是在他空腹的时间点去喝到这个咖啡，所以就一直刺激他的肠胃道，所以他就有很严重的胃食道逆流的现象产生。可是我不理解的是说，因为我们有个喷门在这里嘛，对，它是其实你下去它会关注嘛，是啊，那为什么那胃酸会逆流跑上来？老了啊。其实昌明讲的话非常的好，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你一般如果你只吃7到8分饱，那个喷门本身它不是一个解剖像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学理上它给一个阀，可是当你吃太饱的时候，它会把它撑开，它是会被撑开的，是啊，而且那时候它被撑开之后，你的胃酸低到就把会先腐蚀到你的喷门，所以它本来以前可以开的还关的还不错。那你把它撑开之后，被胃酸腐蚀之后，它以后呢，它就根本想关就关不起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有一个人，他就说他因为换了一间新公司之后，他压力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要扛业绩，他是被挖角过去，所以非常紧张，每天不仅都熬夜之外，有时候都到晚上才吃第一餐，然后吃了之后啊，然后又是要继续看东西，怕会睡着，所以就喝咖啡。对。然后到后来又变成反而都睡不着，因为太紧张，所以后来就医生可能给他开一些什么镇静剂啊、肌肉松弛剂，帮助他入睡。对。就后来说，哎，奇怪呢，他那段时间呢、啊，不仅就是睡得很差，而且口臭超级严重，就全部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。后来就发现说，他那个牙齿跟鼻子都因为他非常严重胃食道逆流，因为你只喷到这边，他往上喷更深，对，所以他的鼻窦炎跟他的牙齿的口臭全部都是因为这个。那他为什么可以喷到那么高呢？原因是因为他睡不好，他吃的那个肌肉松弛剂。哦，所以我们一般正常人只是老化了松，他是整个因为药让他更放松了。那胃的压力大，除了刚才吃的多或者刺激的会刺激胃酸分泌，还有一种人就是像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玉林哥做的样子。你就会看到它隐隐约约突出的腹部，你的肚子越大，你体重越大，腹压越大，它往上喷的几率就越大。所以孕妇啊，孕妇也要小心。孕妇就很容易。有，因为我平常没有，但是真的怀孕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对，那一生完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多就好多了，没有东西压在那里。可是你不要想说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我也不口臭，也不干嘛。另外要担心的就是那种癌症，因为之前有个先生，他就觉得摩擦，我干嘛，我赶快也捆啊，反正我讲一掐生一掐生没戏。对，所以他也不管他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坏习惯，他为什么会那么严重？因为他喜欢喝酒，他又喜欢喝酒，然后配什么晚上吃。后来有一阵他开始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觉得吞东西的时候好像卡卡？那你那个卡卡是小痘痘，对不对？他会觉得我吞下去的感觉阻力很大，然后越来越觉得吞东西很困难。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癌症病变了，就是吃到因为他又加上他爱喝烈酒，对，所以他等于两款加在一起，果然他才50多岁就食道癌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这次公布十大癌症啊，那种比往年更严重的癌症，除了说什么大肠癌之外，另外一个就食道癌也是所以饮食真的要注意哦，有些不好的习惯是不是都要避免，要改掉？对，像刚有提到，就是像宵夜的部分，因为通常我们吃完宵夜之后，就是马上立刻躺平睡觉，所以其实这时候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肌肉就是有松弛问题之外，你的那个滋味性也会去影响那个胃食道逆流，就是胃酸会逆流，所以这个第一个宵夜一定要避免。然后再来呢，刚刚有提到这些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说咖啡因啊，或者是酒精，或者是太甜的。如果你有胃酸逆流状况，这些一定要避免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太油腻的食物。那太油腻的食物，我们最常在就是像一些炸鸡排啦、炸鸡啦、炸什么咸酥鸡炸的。但是除此之外，一些油脂高的也要注意，比如说像肉里面的肥肉，鸡里面的鸡皮，不要觉得哎它是卤的就没有关系，但是其实这个都是算是高油脂的食物，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胃酸。其实刚才营养师有特别提到，一般人大概一个观念，你只要吃6到7分饱。对，那很难过。当你吃到8到9分饱的时候，基本上那个感觉你已经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比方说，如果你坐下来，基本上你就很容易胃食道逆流。不要以为你坐着就不会，坐着也会，因为你腹压如果大的话，就这上来。其实这时候你宁可站起来，慢慢走散步，慢慢走，女人逛5分埔的速度，慢慢走，慢慢挑衣服，走个差不多10到12分钟，这等于发觉什么？你会慢慢打嗝或者放屁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本来那个8分饱往下减了差不多7分饱。那如果之后真的就比较快饿怎么办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有吃到6到7分饱的话，基本上你其实不会快饿，因为你晚餐吃完隔3个小时你就该去睡觉啦。哪有那么早？哪有那么快呀、啊？你那个是农业社会的，而且肚子饿真的很难睡。6点吃饭，10点就睡觉，不行啊！
现在一般人十点吃饭，凌晨三点睡觉，六点小孩都还没回到家，或者是一般上班族下大概十二点多睡觉，那你就变成说，你真的宵夜吃完，可能宵夜只能吃个五分饱，那可能要起码过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才能去平躺睡觉，才能再睡觉。这时候就会建议大概补充一份的糖类或者是一份的水果，对，就是也不要太多，比如说香蕉小条就一条，苹果小的一个，饱，那个叫宵夜吗？其实你慢慢的吃，其实你就会有饱，就是会有饱足感，那只是我们心态调整的问题而已。好嘞，紧接着不痛症状三，包括了上腹部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，还有第二就是。吃饱的时候不舒服，空腹的时候还比较好一点。以及第三，大便的颜色是比较偏深色的。大便的颜色我很重视啊，因为近几年来算是这个相关单位这个推广啊，也蛮有贡献的啦。就大家开始会去留意大便的颜色。对，那我发现常常怎样？当然，你如果说吃那个什么鸭血呀、啊，什么那个猪血、啊、火龙果啊，那个大便颜色会不一样。我发现哦，有一种状况哦。就是你如果喝得很醉的时候，当然你在睡梦中可能就会觉得胃有点不舒服，那十之八九你第二天上大号，对不对？那个便的颜色呢也是黑的，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警觉了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这该不会也是胃溃疡啊，或者是胃出血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去把那个颜色呢给染黑了，这样子。染黑了，出血，出血染黑。对呀、啊，后来果不其然，我不是说我去健检的时候，他说我胃有发炎的状况啊，那个胃的发炎应该之前也是有溃疡出血过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出门包里面都是那个药盒啊，然后说这个早中晚，然后 Sunday、Monday、Tuesday 什么这样子都放好。大家老人家，真的老人才会这样，就是那个外用都会帮你分好。对，没有，反正就遵守这个纪律嘛，就两个月的时间啊。OK 啦，应该要好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不是这样子的症状，像玉林说的，哎，曾经我胃溃疡过，的确印证，小心是不是嘞？对，就是胃溃疡。对啦，真的这样。亚兰也有胃溃疡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胃溃疡，我一开始。还不知道胃溃疡的时候，我有发现我东西吃下去可能吃饱了，你觉得饱了我就停了，但没多久不到十分钟你的胃又开始空膜，而且是空膜的感觉，就好像又没吃饱的感觉，所以我那一阵子食量非常的大，就是一饿就吃一饿就吃，然后就突然变得很胖啊，对，胃溃疡标准症状，对，胃溃疡标准症状，他就说你一定是胃溃疡了，所以就拉我去做胃镜，因为我28岁就胃溃疡啊，对，我太清楚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很不舒服。像我是有健康检查，我也是吃饱，我反而觉得比较不舒服，而且是不舒服到我真的是觉得坐着也不是，站着也不是。那后来有去健康检查，健康检查是医生有说他是有胃里面有幽门杆菌，螺旋幽门杆菌，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有轻微。的胃溃疡，可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会有关联的吗？王医师，为什么这几个症状跟胃溃疡关联？其实我们刚才今天标题就告诉我们，胃不舒服，你的感觉会不明显。那其实这些症状其实看起来都不是，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不是很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舒服，怪怪的，一点点，那也会让你就是觉得怪怪的。那基本上如果到第三个大便颜色比较黑的话，就表示你的问题真的可能比较严重。那这边给大家奉劝一下。我要有一些人家里的那种马桶的颜色可能不是白色的，对，哦，对，有的是不是白色的，枣红色。对，如果你不是白色的话，你肯定都不知道你的大便、尿尿的颜色，你都不知道，还能分辨。对，甚至有时候我都会教病人说，如果你本身要注意你的肠胃道的话，你上厕所可以的话，把那个水上面铺两张卫生纸，对，这样的话你比较发现说，你当掉下去的时候，你比较能够对比你那个颜色。对，而且水比较不会溅到屁股。哎，好聪明。常常被喷哦，对，真的是有时候太急了，聪明，他是要跟你对比用的，所以基本上，所以如果说你刚刚看你的大便的颜色有问题的话，尤其是胃溃疡变成所谓的刚刚有玉林有提到说变成胃出血的话，你的大便的颜色会变黑，真的会变黑，而且变成如果你当你的出血量超过50cc 的话，你会出现那种类似像那种薄油便，那薄油便还带一点有点腥臭的味道，哦，它像爹妈嘎爹妈嘎的那种薄油的一样，黏黏的，然后基本上爹妈嘎，爹妈睡衣啊，爹妈嘎，然后味道会真的让你觉得。有点腥臭，而且你找不到你的问题，可能不是因为你很多我都不会痛啊，就像我们最近讲的，为什么我的胃有问题都不会痛？因为我们胃本身它的血管跟神经分布它非常的广泛，所以我举个例子，本来它的神经是分布这样子的，你本身有胃溃疡在这中间，你不会痛。对，你想要大到这么大也不会痛，要到这么大才碰到旁边的神经你才会痛。那到一个程度，对，基本上我们知道溃疡说，当你本身胃是一个带状，
当你撑开的时候，你本来的那个溃疡本来只有这么小，当你胃被撑大之后，这个溃疡呢会变大，洞洞变大，变大之后，如果胃酸进去了哦，你当然就开始不舒服啦。可是这基本上还是要看你那个溃疡的位置，因为有时候它位置在比较上面的地方不会被撑大，有些是比较下面的地方会被撑大，那就要看你的位置。所以说有时候阿妈都跟你讲，腰啊疼。霸疼，表示你的胃一定有问题，你的胃也无问题，你的十二指肠一定有问题。去做医生做胃镜，落去看，安尼就知道你的问题伫倒位啊。哦，严重的话会怎样？我们常说，不管是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的话，轻者出血，重者穿孔。因为以前吼，然后在30年前我刚当住院医师的时候，做的一般外科每天要开的刀都是胃切除，对，因为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，因为出血去做胃。三分之二切除，那个手术一天排10台20台，我们住院医师从早跟到晚，跟到最后，哦，那也叫嘴狼啊呢。但是自从胃镜发明出来，自从好的胃药发明出来，自从马绍尔医生发现幽门杆菌之后，马绍尔不是一个群岛，他是澳洲马绍尔医生。哦，胃，okay？ 都生病了，你还在想旅游？当他发现幽门杆菌跟溃疡有关之后，甚至有医生直接把他的胃都很好，把幽门杆菌吃进去之后，还真的产生胃溃疡哦。那基本上用了一个3合1的抗生素，就像玉林哥讲的一样，3合1用下去，一个礼拜之后把你的幽门杆菌杀死，再吃2到4个月的胃溃疡药，你的溃疡就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。但是你要回去嘞，生活饮食不正常，又来了。它就又会发作。共识，我们常说幽门杆菌是一种粪口传染。在我们台湾人的饮食文化当中，其实很难避开，所以很容易就在得到幽门杆菌。那只要你得到幽门杆菌，只要你本身的黏膜还好的话，尤其你还可以跟它稍微和平共存。可是你已经就有溃疡了，它又躲到那边去，这是个好地方，就让你从小溃疡变大溃疡，到大溃疡都不会好。那幽门杆菌会有感觉吗？基本上等到有溃疡之后，你是出现的感觉是有溃疡的感觉，不是幽门杆菌的感觉。对，你会觉得痒痒的，因为那个细菌那边蛇来蛇去会痒痒。那个健康检查也可以检查得出来嘛？对，可以。这个地方不管是从做胃镜去做那个溃疡的切片，或是你做抽血，或是你做那个呼气，呼气的，哎，那个叫碳什么？碳十三，碳十三，对对对。因为我这疗程结束，他也叫我说再去吹了一次哈，是不是杀光了？是的，所以要去吹那个碳十三。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胃溃疡？会有遗传吗？还是都是跟生活习惯有关呢？因为基本上它是跟遗传会有关系。那再来就是生活习惯，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些功能，就是消化的不良，或者是太多的胃酸，就是胃食道逆流，如果都没有去治疗的话，就很容易产生溃疡了。对，或者是平常的一些生活压力太大，还有你的不正确的饮食习惯。对，那再来呢？刚刚有提到很多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。对，那其实在这边有几样东西可以就是提供给大家，就是做平常的保养。像我们最常知道大蒜。对，像大蒜里面它含有蒜素，但是不要把它煮熟，是生吃，用生吃。对，平常保养的剂量就是大概10克，就是大概4瓣左右。四瓣，天哪，10克而已。对，那如果说你这时候是肠胃道不舒服，或胃就是腹泻或其他症状，就建议不要吃了，这是你平常正常的时候可以做保养的一个食材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绿茶。那绿茶呢？它是刚有提到，它是瓜味，对，它有含到，就是有提到说它有含咖啡因嘛。可是呢，这个建议剂量是会建议在一天就是大概300cc，然后饭后1小时，就你也不要再多，也不要一整天喝。所以有时候是取决在于量跟你吃东西的时间点。对，那这里面的儿茶酚胺呢，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不要生长，就是抑制它生长。对，所以一个是抑制它生长，然后一个就是不要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生存。哦，了解。那真的有胃溃疡引发这个严重的案例吗？之前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也是一样，就男生然后压力很大，然后呢他就常常觉得胃怪怪的，但不管嘛，反正因为忙工作，他都随便扒饭这样子。有一天开始觉得说，哎，一天每天都觉得很疲劳就算了，他开始掉头发，他说完蛋了，他该不会是雄性秃吧？后来赶快去看医生，后来医生开始问一问，就帮他做一抽血检查，说你贫血非常严重，哎，然后就问一下问题，就跟他说，就看他饮食习惯，跟他说他主诉的症状，说你去做肠胃镜检查，就一检查就发现他不但他胃溃疡很严重，而且他早就胃出血了，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可能造成的贫血的问题。可是第二个比较麻烦的是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溃疡不治也不会怎样，其实
还是会怎样？嗯，因为有些人你胃幽门杆菌长期感染之后，有时候造成一些萎缩性的胃炎，就是病变，最后变成胃底部癌症。之前有一个人就想说，你这么治不好，又什么，反正又要吃抗生素，抗生素吃了又复发，他就不理他。嗯，就到后来觉得说，哎，真的，一罐张国粥都没用的时候，去看医生就发现已经是胃癌了。所以幽门杆菌跟胃癌，它幽门杆菌也是个危险因子。那所以平常的饮食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健康的吃法，才能避免这样胃的不舒服？因为像如果当我们胃已经产生不舒服的状态，其实很建议大家吃摄取就是多糖体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，比如说像刚刚提到木耳、秋葵、山药就那种黏液，对，就是那个黏液的部分，还有是一些地瓜叶。那像这个预防便秘的话，就是可以摄取一些苹果、香蕉或坚果。那像苹果呢，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要洗干净，然后尽量挑选没有辣的。对，没有辣的，那是连皮一起吃，就是不要反光啊，或者是说那个苹果吃的其实要多喝水，喝水哦，对，水分大概喝300到400cc 左右，因为这样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是有水分进来，它才会变大，然后才会促进我们的排便哦，所以其实苹果加水，然后不削皮是很好的一个方式。对，那像坚果的话呢，就是通常一般如果是想要减重的人，其实他都很少会摄取到油脂，那所以一天就是补充1到2份的坚果。那香蕉呢，要带皮吃吗？如果你失恋的话，如果你睡不着的话，香蕉皮好吗？到底？他们说很好，因为它含有那个比较丰富的我们所谓的色氨酸，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，也帮助我们的睡眠。但是因为不好吃，对，不好会色色，所以人家说失恋吃香蕉皮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吃的心情会比较稳定，对对，可以抗忧郁。那如果香蕉，因为我以前曾经香蕉带皮下去打果汁，喝起来不涩。这样也可以，很奇怪，它打完之后味道反而奇怪，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就是一定要洗干净，因为如果说香蕉比较熟一点的话，其实它很容易会长一些，对，像台语讲的菇形，就是会有白白的，在头尾的地方会比较容易有脏东西，而且我们如果生吃的话，很容易会让我们腹泻。哦，懂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清洁干净，所以才可以一起吃。哦，那再来就是坚果。那坚果也要跟大家讲，不是说坚果很好就要吃一大把。哎，我们又吃很多，吃一把，其实一把都太多了。就是我们塑胶汤匙一瓶匙，像那个腰果大概就是大概2-3颗，核桃仁大概2-3颗，这么少，一天的量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帮助消化部分。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香蕉，香蕉又上榜了。对，香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。香蕉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明明是狗狗。那在木瓜的部分呢，它就是有一个木瓜酵素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，所以当我们摄取进来的时候，就是有酵素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代谢。对，或者是凤梨也很好。对，凤梨酵素之王。对，奇异果也是，这个都是可以分解我们酵素含量比较高的水果。了解。那记得其实饭后的水果不要马上吃，建议会也是会占就是饭后1小时。对，因为如果说你是饭后立刻马上吃水果的话，它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胃酸分泌的更多，反而会有不好的影响。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，就是大概饭后1小时。是。那再来呢，就是预防胃溃疡哈。那像那个高丽菜、黄宫菜跟南瓜，其实它们共同的特质，就刚好提到它们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粘稠的那个粘稠液。那像高丽菜的部分呢，它其实还有我们一个所谓的抗溃疡的因子的营养素哦，所以其实高丽菜适当的补充，那把它煮熟，就不要吃生菜的部分，那其实它对于溃疡的保护中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它虽然很平价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东西，对，尤其是紫色的。紫色的，对，而且里面又含有花青素，所以它整个就是让你的功能性就是会提升。了解。好，那最后来王医师帮我们总结一下，怎么让我们的胃有保健康？请你跟王医师这样做，怎么做？第一个，三餐定时定量，是，记得这个定时定量包括你饭后的水果。不要你三餐吃到7分饱，就水果吃到9分饱，一样胃食道逆流。对，哦，三餐定时定量，零食甜食不要吃，喝咖啡吃甜食一定胃食道逆流。吃饭不要吃太快，不要吃太慢，不要讲话。女生很喜欢重的时候跟人家聊天，边讲话边吃饭，这样一定会胀气。然后吃饭呢，我都跟大家建议，一个人吃的话，一般差不多15分钟左右，不快不慢，刚刚好。所以上班族1小时的时间，重1小时时间，绝对够你走出去吃饭，然后再慢慢走回来。记得吃饱饭慢慢走，散步，
慢慢走，散步，走个10到15分钟，会打嗝、会放屁的话，你这些问题，包括胃食道逆流，包括胃的不舒服这些问题，都可以解决得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最后如果真的有问题，还是要看医生，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之子都不看的话，你的问题会变得很严重。很麻烦的，而且不要自私的认识什么张老先生，对，什么石正军，对，还有廖家，不看都是以为没有问题，好，到时候等你发现的时候，就事情很大条，对，没错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